一进廊厅便感觉进入黝黑的深海，玻璃打造的水母灯以巨幅的尺度迎接宾客。继续走到二楼迎宾大厅，则是感受到海洋的优雅与浪漫。在迎宾的大厅呢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海洋元素的意象，像我后方哦，这个玻璃的装置艺术就是英国艺术家特别为这边打造的，因为他非常受到海底水母的感动，所以呢，他用玻璃打造出一种水母好像在运动的感觉。而除此之外呢，在这边的地毯哦，你可以看到觉得好漂亮，好漂亮的水波纹、海波纹，好像让宾客可以踏浪而来的感觉。而且呢，在这边的灯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那么在这边点缀很多像珍珠一样的灯，好像有种浮出水面看到许多贝壳里面的珍珠。那甚至呢，这个柜台是打造一种潜水艇，有探照灯啦，有水母灯，全部都是呼应着海洋元素。以海洋探险为主题的设计，让旅人宛如走进深海，遇见水怪，展开一场冒险，处处藏着巧思。最吸引人的还有露营风主题餐厅，让人就像走进海边热闹的市集。好，在这个餐厅最大的特色就是营造一个市集的感觉，好像在海边户外开 party。 像是我右手边呢，你可以看到一餐一餐的餐区呢，它是用餐车来表现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热闹有趣的轻松气氛。那另外呢，最大的特色还有就是在我左手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buffet它跟顶级的露营品牌做结合，所以你不用到户外野炊，你在室内吹冷气很舒服的就可以体验这个野炊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旁边两个大帐篷，还有呢这个体验木柴生火的感觉，就是最热门的定位区。除此之外，还设置了儿童取餐区，小孩也可以有自助互动的乐趣。离开海边的露营市集，这个以海底两万里为概念的设计终于为大家揭开谜底，就是海底没有水怪，而是藏着一艘潜水艇。接下来我带大家来到了走入潜水艇，特别是这边酒吧的设计，它就打造潜水艇的船舱，从整个酒吧的椭圆形设计啦，到天花板还有墙面的镜子，都是呼应着这个船舱舱底的感觉。而且它座椅特别选择好像整个贝壳的线条把人包覆起来，显得相当的优雅。船舱酒吧还有热门网红爱的亚特兰提斯调酒，是网红最爱打卡的热点项目。而当然大家最好奇的房间设计，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。跟着我们走进房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呢，我们脚踏的这个地毯同样是有非常漂亮的海洋色，让你好像浮在海面上一样。而另外这个衣柜也是很大的特色哦，它是仿造19世纪的旅行箱，所以又用一些牛皮的元素，让你好像有旅行的感觉。而这个层架呢，是用洗石子，也是呼应海边的砂石砾石的感觉。而继续我们往前走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墙壁上有非常可爱的鲸鱼挂画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海洋世界、海洋动物，你看到这个挂画，你一定会觉得整个心声都被疗愈了。而另外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，就是如果你打开电视，就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这个水族公园画面即时影像的传送。所以如果真的买不到票，没有关系，在这边你一样可以有同样的享受。房间最大的卖点还有企鹅机器人，会帮你做客房服务，自动感应侦测来送水，让住房更多乐趣。海洋风设计饭店紧扣着热门的日本海洋公园风潮，让热爱旅游的人们又多了更多选择。记者田妮、江晨俊采访报道。